我已经30年没有感冒了，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我加强天补地补人补。我看到蒋万安跟陈时中的选举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人补，宁愿跟蒋万安喝茶，不要跟陈时中喝酒啊，对不对？天气这么热，我换一个角度，我讲几个养生的小方法。亲爱的大台北地区的所有的父老兄弟姐妹啊，我已经30年没有感冒了，30年。你不要看我头秃啊，我的内功还是不错的。这30年啊，我做2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一定穿袜子睡觉。第二，我早上起床，上完厕所尿完尿，一定躺到床上1分钟，揉肚子，穿袜子跟揉肚子，我做了30年。没有感冒过，这2年呢，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我加强天补地补人补。什么叫天补？我能晒太阳我就晒太阳，每天晒个10-20分钟。什么叫地补？我一定打赤脚踩泥土，每天踩个10-20分钟。下雨天拿个雨伞我还要踩土。人补我就不太懂，根据字面的解释啊，尽量跟快乐的人在一起，不要跟那个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。我做了2年，结果去年我看到我们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选举之后，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人补。所有来往的人尽量是阳光正能量，不要跟那些啊忧愁满面啊愁眉苦脸在一起。所以结论，我看到蒋万安跟陈时中的选举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人补，宁愿跟蒋万安喝茶，不要跟陈时中喝酒啊，对不对？